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来食物，应该是这个模式啊。突然忘了今天晚餐吃什么了。好，好来食物，一句话，一句话就是我画的东西吗？就食物啊，就食物，填个食物。要出一个简单的，我也出一个简单的，我出一个不难的，简单的，真的。这个大家不仅都有吃过，而且非常好画。我这个超级简单。你们都这么简单哦，真是谢谢你们。这个就是让大家表演一下自己绘画功力而已啦，不用出太难啦。这个有人怎么变成一句话啦？哪鬼？这样怎么办？很多个，那这很多个。哇！好、哦，这怎么画？我这么难画，我这个竟然是一个形容词，不是形容词。白痴，这个怎么画 ？OK，ready。我这个是非常好你这么快啊！哦，我这个超简单，这个人出的好，不客气。OK， 画完了，尽力了，或者说尽力了。哎，这个怎么画？时间很多，慢慢来。你一笔一笔的画，后面有人会帮你猜到的吧？不是，那不是。哦，还是有人出不是食物的，这我们一定强力谴责哦。是食物啦，是食物，但是哦，是丁义出的、啊，丁义每次都出那些白痴题目。我说有，不是有人，不是我这个好，你就继续。我好，我好。还是说是食物，但不是人在吃的。也是啦，但是就怎么说？你平常不会吃，我感觉很难猜到正确答案，很难猜到正确答案，比较稀有的食物，也没有，但就是很难。你的画工表达不出来他的意思啊，也可以这样说。这个议题这么久，是有人还在画不是吗？啊，是有人没按确定的，只有五个、啊，就这样了。啊，好，这边好，哦。请描述这个、啊，简单啦，简单啦。啊，这什么？我怎么记得是画画画画，然后最后猜啊？我是什么、啊？我看不懂之前好像也是有看的。你没有换模式啊？我们帮先猜好。先猜吧。这个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画的超级好的、欸。感觉这个人画的确实简单明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、啊，看不懂啊 ！Oh my god！ 怎么有人说不知道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不能怪我啊！我看不懂啊！真是……哦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很像，很容易哦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食物。OK， 画的完美。我只能说，哎，差不多了吗？画的真好。阿文西看到都会跳出来，我真棒！棒啦，棒啦，这个一定对啦！
好，完美。OK， 轻松。我这个虽然有点挑战性，但也没很难啊。现在是不是不知道的那个不知道怎么画了？没有，我已经很早就画完了。你说不知道，没什么，我就画完了。我这个，我真的看不懂。没事。哎呦，第二到底是谁没？哦，哦，那个办法回过了老天哪！哎呀，这个画的非常好啊，非常的棒啊！你说，或者说非常好。哦，这个简单的傻鬼哦，但是傻鬼。嗯，这个，这个、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个。嗯。啊？可以啊，这个。经过我的加工，哎，太完美了。好，画一个品牌，可恶！画一个品牌是啥鬼？有破爱。OK， 轻松。哎，玩太好了！我尽力画了，画的真好。好、哦，哎、哦，迪、哦、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这我感觉一定对。啊？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开始展示相簿，请你。哎，请展示相簿。养乐多，这是我画的好啊！哎呦，哦、可以呀、啊！你画了？哎，画的超好的，好不好？我应该也画的不错，我感觉。有啊，猜得出来，猜得出来。哭啊！你这样都可以啊！我黑马丁，我懂的都懂。我看你歪掉了吧？哎、欸，还多，他写个多、欸，你还写字哎、欸？养乐多上面就有一个多，你自己看。不是，你还写字哎、欸？就不能写字哦。养乐多上面就有一个多，我就100%还原。哎、欸，这我100%还原了。哦，这个简单的、欸嗯，我看到了100%。对啊，这个超简单哦！这一次大家都出很简单，就展示画工。我看你是不是知道我画到什么题目？哦，狮子丸有啊！狮子丸是会画画的吗？有啊！哦！啊！
圣败念能对哦，稳定度很高，稳定度。那圣败那一题到底是什么？你说我不知道那题啊？嗯，我们等下就来看看了、啊。哦，这有，我有 get 到，有 get 到吗？哎、欸，你们的汉堡都里面都有料的、欸。哦，哇，有哎、欸，丁好像有料哎、欸。汉堡有猜到就猜到。嗯，不太可能，这都不太可能会有失误的、欸，这不太可能歪掉吧？该不会就是毛的题目吧？啊，这个也很简单啊。对啊，你这个话还好，我看得懂。啊？嗯嗯，有吧、啊？你们那番茄酱画的艺术。番茄酱皮就是这样哦。番茄酱画不错啊，一个盘子上面放番茄。哦，我只想画一个老麦，全世界的薯条都长这样哎、欸。我们画一个 M。对，就是这个白痴是什么画？哎、欸，这个我有帮你画出来，这个我画很准。这怎么画？我也不知道。发挥的想象力，发挥的想象力。不是，该不会最后那个是大海出的题目吧？好多打样，我本来想想那个的，让我打太多字了。原来第一是接到我，有那么一点点的接近，好像尽力表达。哦，这是共玩他、啊、，easy 吧？啊？哦，我觉得很难画出什么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画。变成这样了、哦，我尽力，我尽力。哭啊！原来是这个题目啊！哦，那个原来是够完蛋了。我也是有什么样哎、欸，因为要死了是不是？我要打太长嘞、欸，让我打很多，我又该。你这题我好像没有看到。你真的这么难哦？为什么我好像没有碰到这一题啊？对，我好像没碰到这一题耶。哎哎，毛碎哦，毛碎哦，有猜到、哦，有料吗？哦、啊，有料，就是你呀、啊！不是，真的，因为他就那个画那个黄，我想说，应该就是这个吧。嗯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来啦，玩一轮那个啦，玩一轮那个只有最后能猜的，我看一下。OK。哪一个、欸？哎、啊，要什么题目？我们好像都不太会想题目哎、欸。哦、oh.。找找看有什么题目好了。我是去其他款找题目。嗯，可能得去其他款找题目。看有没有那个题库吧。你画我猜题目，找找看。英雄联盟角色、啊，要画英雄联盟角色、啊，不是每次都要画英雄联盟角色、欸。还来猜歌曲？猜歌曲也太难了吧？歌曲要怎么画？我嘎啦啦是完全没有问题。还有什么工具、动物、文化、武器、建筑、自然、昆虫、交通、身体部位。哇，我猜题目大全。我找找看，你画我猜题目大全，找找看。嗯、哦，有个玩具怎么样？玩具也太难了。玩具偏难呢、欸，每个人只画电脑。好，那文具吧。文具也很难、欸。什么？
找不到池，找不到池啊！鸟，动物的种类也很少，又不能，要是可以随机帮大家分一个题目出来就好了。又只能捞装备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是啥？我看一下有没有那种可以哦，甩骰子的，还有绘画题目生产器。对啊，有没有那种生产器？我看一下，我拉了。找个生产器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知道怎么生产器打开，第一个是机器人。哇天！哎、我打开也是机器人哎、欸。啊，一样的是啊。哇，是这，是这一条嘛？嗯。可是我按到这个，为什么它上面写水是怎样？就是题目就是水这样。欸，超难呢、欸，这个骰出来超难呢、欸。还有卢恩符文是怎样？卢恩文字啊。寂寞，我骰到一个寂寞是怎样？丁义想一个，想一个，看一下别人都玩啥了。哦，阿班用这个啦，试试看这个啦。这里有一个可以甩的。来，大家在这个上面打上自己的名字，他会随机给你出一个题目 ，OK 吧？哦，名字哦。OK， 丁义大师，哎，丁义，你打自己的本名啊？哦，握手，我打我的本名会出现错。好、哦，要打本名，欸、你们要打本名啊？随便打，就打本名吧。丁义，他下面写发情，我打圣诞老人。发情，对他写发情，这是一个题目，有够可悲。行，套行，你再用一个。我也甩到形容词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这可以挂。感觉这个好像不，这个好像甩不太出什么吗？好像怪怪的。我甩两次都可以画哎，你们这怎么回事？建议不要，建议不要。我甩的是可以画，我甩的是双马尾。我的也是可以画了，我也是双马尾。我甩抹布跟水手服哎。建议不要。水手服哎，我第二次甩是水手服哎。建议不要，建议不要。哎，这个很废啊，这玩意不行的、啊，它是重复啊。再找一个啊，再找一个、啊。我猜，刚刚那个很奇怪，建议先不要。吴主播，你的题目是什么？嗯，没事。嗯？这又是什么啊？什么强制联想随机词产生器？这也是很烂的，不知道怎样。什么强制？哎、欸，我也是弄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是会拿三个题目，然后塞在一起。它会有，对啊，它会变成三个题目，要画三个，是不是？都看起来很难哎、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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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机灵感产生器，它、啊、这还有那个、欸、停电理由产生器。哦。这好像可以，不可能啊！那我觉得以我们的程度，应该要简单一点的。嗯，我也觉得要简单一点的。嗯。看这个故事灵感产生器。嗯，看能不能甩出随便一个字的、啊。绘画产生器，影子产生器啊？啊？
这是什么？今天要联想的主题是为了正义，身穿铁链再爬墙，什么鬼？哦，好难哦，题目产生器好难找哦，随机画画题目了啦。不然就再一次食物就好了。哦，来啦，食物拿起来了啦。OK， 你开了吗？我开吧，我开吧。毕竟大家都没什么创意啊。哎，有食物产生器耶！有吗？来来来，食物产生器，就用那个吧，不然肯定有人在搞。看一下食物产生器。哦，我先打开一下。我也看到了，是。好啊，我就看题目会不会有松板猪拉 bug 这个。552种中西式的食物随机选择。我也不信还会有松板猪在里面。好啊，我产生了一个我都没看过的。嗯，我产生了一个不是食物哎。你们有看我贴？你们看我贴的那个552种。嗯，我在看。我就点你那个。嗯。你知道我写到什么吗？哈密问号瓜。那就是哈密。它的名称招牌菜是什么话？我写到一个很屌的。咖啡伴侣耶？是什么？我叫加点盐是什么？什么叫加点盐？辣子鸡？是这个、红酒水吗？还是再选一个？胡萝卜泡菜。这个。有天哪，我觉得有天哪啊！点几之后，其实有些是正常的。我只能说，他说的我都不太会画。还是你们多点几次。兰格兰诺拉麦片，只在最初跟最后书写吗？快！麒麟算是食物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啦，来啦，大家甩一甩啦，就甩上面的。好，我甩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好画的，比较正常的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。OK， 甩到。OK， 我甩好了。OK， 甩好了。好，谁没进来？定义，又定义不进来。不是，我刚甩好。哦，这个太简单了。我甩这个，我这个 OK， 我有了，我喜欢这个。好，我甩到的是这个。嗯，我甩到的是这个。虽然我觉得应该是在好画。哦啊！哎、啊，这个我最近才吃哎、欸，这个很简单。这也太难。到底谁画？我天哪！哎，我真说，完蛋！好，他应该是有这样的，然后还有这样的，完了，我不知道我这个长什么样子。不是，然后也有这样的，我也有点忘记我这个是什么。也有画多一点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比较好猜到。可恶！可能有。好，他也有这样的啊，就这样吧。OK， 我觉得我这个画的还是个人类，应该是猜得到的。啊？我已经 ready 了，希望下一个人可以 get 到我的精神。很好，我觉得我这个必须意会，不能言传。下一个人应该淘汰。我觉得我画得很好，把我的精神传下去。我觉得。我真棒，嘿嘿。
谁没按确定啊？还有人在画？我还没画完。啊？你的断奶、啊？那么难画？我不知道这怎么画。啊？这样吧。啊？哎、欸，又要拆了。是。哎、欸，那好像是选错模式嘞、欸哦啊，可能真的要换模式、欸。这个是、啊、是什么？这感觉不是普通的这个是啥？有要换吗？继续玩。先玩玩吧，先玩玩吧。OK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猜的啦，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，但我是猜，我意会的这个。完了，我就随便打哎、欸，我办。好、啊、，Oh my god！ 嗯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突然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嘞。可恶哦！我刚刚感觉哦，我刚刚猜错。就是你猜错，还好那么难画。没有没有，我猜错也是很难画。哦，还是你猜的其实是我画的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感觉三个人猜错。好了，简单，哎，这个应该是可以。威力的。easy 啊 easy， 再画下去就走歪了。你们的都要画这么久、啊？没有，我要画的精致一点，不要造成下一个人的困扰。嗯，啊，好数喽，啊，哦，啊。这个是食物哦，太丢！哎，这个是，嗯，我就合理的怀疑，真的是有人在乱画。嗯，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？感觉目前为止发挥堪称完美，只能猜一个了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字打错了，这是什么啊？哦哦 ，Oh my god！、嗯、真的猜得出来，是不得了哎、欸！哦，完蛋了这一题，我这个猜得出来，奖金100万呢、欸！你这么贵，太难了吧？哦。应该是这个颜色的吧？然后里面会有。
可恶，画不出来。这真好。看这怎么画？完了，下一个人被我害死的。完了啦，完了啦。没事，他肯定猜得出来。OK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极限，我只说是极限，极限真的是极限。我这个真的偏难呢、欸。我没有想到会搞成这样、欸、我没有想到、啊，没有想到可以甩出这种等级的题目哎、欸。觉得现在我算是超常发挥。Easy， 我只说植物的面向真的很广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应该成为一个人类了。比较能吃的就是食物。只要能塞到嘴巴的都食物，能塞进嘴里吞下去的就是食物。哦，那你的食物很多嘞。没错，我现在慢慢体会到这种感觉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食物吗？不知道是这个还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个真的可以吃吗？不是的，我把东西可。为什么你会问到这个？我真没有遇过毛鼠那个、欸，会有不能吃的食物。那个真的可以吃吗？我这个我看的不太能。我感觉我们的社会应该不能吃这个、欸。只要能吞就是食物啊。嗯。能咬就是食物啦。哦。来。开讲了。开讲喽！开讲喽！不要搞了吧。好啊，我画到葡萄、啊，超级难。到底谁葡萄是什么？我一开始本来想回答黑木耳，但我想不起来。我本来想说黑木耳。蔬菜，蔬菜能反对？蔬菜？嗯，该不会我刚画的那个是一个桶称的、啊、香菇是这个吧？海菜有吧？海菜，花野菜有，我就感受到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黑木耳，然后突然、哦、我有感受到，我有感受到。轻松。哎、欸，恭喜！没人对，我是错的。一只葡萄，你甩到这个也是偏难的、欸，但还好我有过。我有哎、欸，有吧？有哎、欸，五颜六色是不是？可以哎、欸。我原本要猜 MM 巧克力、欸，我还以为我猜错哎、欸。哇哇哦哟！有欸、有你有加料啊？我就是加这个。我就是善存，哥哥啊，你怎么善存？善存吃健康吗？还是变健康了？哦，这个有哦，这个最简单的。嗯，这我有，算是有猜到吧。我有 get 到。嗯，猜什么松茸？你到底猜什么松茸？不是，哦、我想说他出来应该是高级一点的。你的松茸根本没有人看得懂。倒回正轨，倒回正轨，倒回正轨，真的倒回正轨嘞！哇，其实也不是一个种族的、啊，我们不同系啊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这是火锅、啊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！哦，石头火锅。哦，这是石头火锅啊！啊，这有对哎、欸。竟然还猜得出来，没事啊，接下来传到我喽。有啊，我有猜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第一，懂吧？下面火嘛，上面是锅嘛，火锅。对啊。Easy。嗯。胜败这个可能要发挥铁板烧。为什么又是铁板烧？嗯。这个电视这个没有那种。这两个就有那个、啊，没有办法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我 get 掉了，我画的非常好啊，有没有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吧？我的天、啊，他画超好的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样对啊，有这个有这个有，那我画的也很好。哦，你画的也不差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蛮有料的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欸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画过台式的披萨，台式的披萨是什么？披萨。
那个是碗盘子啊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楼下的都懂啊？怎么咖喱饭最后变披萨？鬼转？不是，他那个画的太像披萨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我问你啊，这怎么画？为什么四川可以画？哇哇，鱿鱼哇，在水里哇哇、啊！哎呀，我这有吧有吧，大大卡有吧？我是感到类似嘛。你这个汤、啊、丁一，你有对吧？丁一，你有对吧？我想超久，我字还打错，因为我想丁一，你有对吧？最后叠字鱼缸，哎，这能是吃的吗？就跟你说是吃的，不是就跟你说是吃的，是我想说你们说什么放进嘴里就可以了。能成这有这种东西？哦，这个我画的很好。哦，这个往往都传下去。哦，有哎、欸。有，这个应该是全对啊！我画的也是超级好，完美。这个很难错哎、欸，虽然你画的有点简陋，你很难错啊，真的很难错啊，差点画成苹果啊！哇哇哇！这个有料哦、欸！哦，草莓，哎、欸，草莓，完美，差点就是草莓喽。谁得分？哎、欸，我第一耶、欸！我也是第一，哎，我第一耶！哎、欸、哎，为啥？我画这么好，对，我画这么好，为什么？为啥？啊，搞到了最后哎、欸，是因为那个味噌汤？不知道，还是善存在搞你？善存的为什么可以比我好？善存画的超好了，你没有猜到？为什么善存跟铁板烧可以比较高分？嗯。不好说，再骰一次吧，看看是不是这个模式。可以，来先骰，先骰。好，我这边好的，骰好了吗？食物吗？我看一下。OK。哈哈哈！到底什么鬼？让我骰一下。这个应该就是……哦，这个有点难度的，相信。哎、欸，谁不见了？大凯。哎、欸、有人不见了。我在啊，我在啊。哎、欸，大凯在。哎、欸，谁？丁一吗？哎、欸，先测试一下，看是不是这个模式、啊。先测试一下，大家先随便按一按，然后按确定看。OK， 来这边、啊。你们先随便打。这要什么模式啊？你要？好，你们按完成，看会不会接下去。完成。要随便画一笔才可以完成。哦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画完了，不然这个房间会被关掉。哦，对啊。就是、可以啦，对啦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啦，一张完成了。一张完成。完成。嗯。然后让丁一家访。啊。这个是把爱传下去哦。哦，这个就是复制，哎，复制考验功力的时候了。哦。哎、欸，有人没完成。不是，你赶快按哦！丁一就不在房间里哦。这怎么按？谁？按。完了。我按了。他现在有一个没按呢、欸，右下角按完成呢、欸。一有。完成。嗯。一完成。啊，答案。好。谁给我写一个好？答案就是好。哦，那就可以直接可以跳吗？丁有电脑吗？直接回首页，我正在等待新回合。哦，不然直接重开一个了啦。那重开一个要重设哎、欸，啊，重开了。哦，就丁一在那边跳掉哎、欸。为什么你要重开？开了你贴了吗？是这个吗？贴了。好。哎呦，我气得人！哇，他有这么多模式啊，12个。哎、欸，我控制不了这个房间哎、欸啊。你控制不了这房间？不是，市长好像不是我哎、欸，哭啊！你是我看你是皇冠、啊。嗯，你跳了。哦，我控制不住那个房间了。哦，那跳吧。力量太强了，嗯，奇怪，会一直加到同一间呢、欸？可大家跳出来吗？
贴了。离开，速度快，只在最初和最后书写。然后刚刚我应该是一直选这个啊，为什么？负一。Give me lucky。他说我找的房间不在最下面那个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会一直回音的，你先调一下。是我吗？应该是吧。啊，都塞好了嘛？我塞好了，我也塞好了，塞好了。限时快计分版 ，OK。我塞到这个偏厉害。我塞到这个也是，如果猜得到是真的厉害。OK。啊！这东西长怎样？哦，好，厉害，这真的厉害。应该是，这真的厉害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怎么画？这个怎么样啊？这样吧，那这样吧，啊，画的真好。好了，我尽力了，交给下一个人，我没办法了。我觉得可以。哎，丁义，你要拿到我题目这一题 ，OK 的。等等等，我这题自己有点搞不定 ，Boss， 我只能再帮你们补充一点。真的很难，都是平常吃得到的东西吧？我那个你们应该是不会吃的，但它是我的题目。我只能说要吃啊，所以它是可以吃的吗 ？OK， 这个把它吞下去。哦，这个交给别人补充。嗯，乱本花，我的天哪！我应该。补充还算完整啊？这是什么？我又要猜嘞、欸！这个是什么？啊，选错模式了。不是啊，为什么每次进来都会变这个模式啊？啊，还要继续吗？换吧，换吧，换吧。为什么会一直是预设模式、啊？好奇怪啊！啊，你们刚刚是什么题目？讲一下吧，我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拿到青椒，我冰凉啊！我拿到那个，我不是已经按了制定设定了吗？我是蛋饼，我让我们关掉啊，重新。嗯，重新吧、欸，直接一样画葫芦了啦。不是，我刚刚拿到生龙饺子、欸，不知道是怎样、欸，小当家是不是？生龙，他怎么画生龙饺子？怎么画？等一下，你要有一条龙啊！再甩一个，然后再甩一个。哎、欸，都会甩到生龙饺子，太危险了吧？
剩下很难甩。OK， 就这个了。反正我甩到的题目不会是我画嘛。啊。应该都调好了吗？有甩到这个简单呢，简单。OK， 我甩到这个应该 easy 的。OK， 我甩到这个。哦，是三明治模式的样子耶，哎，好像不是这个模式耶，又错了、啊，应该是又错了，还是进去看看。好了，最后一开了，这次应该最后一张图会拿出来，应该是这个啦。重赛，重赛，开了，开了。OK， 有价格的炎龙家是怎样的？小猪、欸，一定是大凯，一定是大凯在搞刀龙虾，刀龙虾好像改一下好了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我抓到跳了，我就打一下而已。嗯，不会搞吧，大凯？我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不要那么难，好不好？这个超简单，这个不会画、啊。我是这个哎、欸。OK， 哦，哎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偶尔会吃、欸，哎，不知道它长怎样，可是有点难度。这是什么啊？这到底怎么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嗯，这个 easy， 这个 easy， 这太难了吧？完蛋，很难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么难的，完蛋！这个东西应该是，应该是这样吃的吗？可惜他没办法让我有一种渐层的感觉。啊，就这样了。我觉得这是我的极限。我对于这个东西。已经展现出我最高的诚意了。OK， 画的真好。大凯，那个要是你平常吃得下去的，芝是能吃，但是哎呀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OK， 报完。OK， 明白。来，把爱传下去。请大家努力。哎，第二。哦，长这样，这样是不是？啊。太恐怖。哦，这个。哎，我只能造化。我画的一模一样。我只能造化。我只能造化。我只能造化。啊！这到底啥鬼？大凯王看不太懂这个哎，这个应该是你的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好像先入为主啊？你不能说看不懂就是我的、欸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你的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我画的我画的是特别好啊。哎、欸，能够倒回去看的吗？不行、啊，不能不能，你要记起来。还想回去看、啊？完蛋，那就很抱歉了哟。完全看不懂，但我就照抄。嗯，我就照抄。
哎、欸，我也忘了，算了，我有点忘了、欸，我有点忘了。刚、啊、好像是这样吗？应该差不多，这应该差不多，也很像。嗯，然后旁边是这样吗？完全照抄。嗯，那就这样吧。嗯。完美复制了，这就是极限。哦，血轮眼启动，太有料了吧，这个。嗯，这个画的挺好的、欸。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真想看看这个是什么。哇，我画了。我们左边食物吗？有点忘记了。哦，没错。哦，我感觉你不讲，他真的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就照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也就照抄。漂亮。画的比刚刚那个还好。好、啊，完美。又是一个指示巨作。大凯，这次是哪一排的、啊？什么哪一排的？食物就一般的食物。我这次画的，顶心全力。他也是吃的会变健康的那种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那种，没看到了，大家现在正常了。你吃的鱼油有几趴？现在很裸呢。哦，哇，这个是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史诗级的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要乱画？这是个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？食物都是食物，都是食物。我就照抄，我这个是啥？我真的看不懂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倒过来的。倒抄啦！完了，忘记那个颜色了，算了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欸、我就抄，我就整抄。我的人生活到现在，我还没吃过这些东西。好，抄完了，就这样。我没有吃过这些东西，可能是我见识浅薄。刚刚那个我真的看不太懂，刚刚那个真的超屌，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吧？不可能吧？大家画的应该都是食物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照抄，我看不出来是什么。我这个也是已经看不懂了，我爸还有在做数学。嗯。怎么会有 P 跟 L 啊？我爱的呀，为什么又变成这样了？前面都很正常的，后面没了。后面的东西你是不是不太想吃了？嗯，后面他后面好像一根都不想吃了，它已经不是食物了，它长下来的真不是食物了。我已经看不懂这什么。好啦，反正我就复制贴上，他怎么画我就怎么画。OK， 我这张图加点难度好了。你别乱加、欸，哎，真的又看不懂了。这已经很难了，应该不用再加难度了。
经过我的手，它变简单，我再把它的难度加回来。你们不会有人一直在加东西吧？太屌了！我现在看懂，哦，为什么？哦，怎么变这样？哦，他为什么会是这样？绿绿红，绿绿红，绿绿白，好，两绿一红，两绿，我就超了，捡白色那条。这个到底是啥鬼？哎呦，不是来画植物的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不是，大家今天开开心心的画个好吃的，大家看得也开心。对啊。给观众长个长点胃口不好吗？对啊，本来都是太阳算是食物吗？太阳是橙汁的吗？我看到太阳跟云朵哎，怎么有人在笑？一定就是他。我是看到太阳跟云朵，你绝对不是我，有太阳跟云哦。我还没画，我还没画呢。我整照抄，我整照抄，我就这么说了。我百分之，我百分之百复制，百分之百。好、哦，我、哦、我有把经过我的手的难度加回来。我没有看到太阳跟云朵的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好屌！这个是。这个，然后会加到里面去啊？这啥来着？你好，这个传过来，我这个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到底是啥鬼？完蛋！我真的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完全我看不出来是个食物，完全无法猜出来。好、啊哦、，OK 吧？韭菜，哇，这就是韭菜啊！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韭菜，韭菜。为什么韭菜可以吃？控笔哦，我完全控笔、欸。我讲真的，我也是复制贴上。我也是复制贴上。没有，你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们在扫那个下降，你们都扫。踢都变人了。哦，你们的精髓都没有到哎、欸。他有猜到哎、欸，像，很像，很像。有可以到哎、欸。可以吃啊，弟弟。哦，不确定有没有人喜欢吃这个，但发挥点创难，这超难，这超难。我一定是这里面画的最好的。OK， 我照抄，这有没有？有没有感受到？有没有感受到？我们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你要把粽子打叉叉？因为不是粽子啊，怕人猜粽子，不是粽子啊。所以就是右边，你就大家就联想到右边这个，对不对？哦，重点都是粽子叉叉，粽子叉叉，粽子叉叉，点头粽子叉叉。不是，我一看就知道这一题一定是大凯的。不是不是，我有画这个吗？奇怪，我这是竹笋。哎，这个哦哦，这是竹笋啊，我这是竹笋。不是这个没有，哎，对。不是，我忘记有没有红色了，差一点。哎，我。要剪线的吧？要剪线的哦！我真的忘记这个颜色了。哦，两绿两绿，一红一白。我建议剪白色，我就照抄。我就照抄，我不是我出题的。很难呐、啊，那很难。哎、欸，我有画这个吗？有有有有，第一个就是我，厉害的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你这小有哎、欸，我有画，我有画。你、欸、可以说一下为什么的水晶包会有？我还以为这是蛋糕哎、欸，什么？这个很明显吧？大家都画一样啊，没问题啊，怎么了？对啊，没有后面有后面有出太阳，就是你，我怎么出太阳？我真的是照抄，我真的是照抄，没办法。为什么出太阳了？为什么？好屌，在干嘛？不是毛在搞鬼、欸。是我以为是蛋糕，想说太简单了。
好，帮大家加点记忆力。其实我看了也以为是蛋糕、欸，很像。这样怎么可能是蛋糕？小笼包哎、欸，起码看起来是三层蛋糕，看得出来是个包子。对啊，水煎包就是这样煮的嘛。我怎么印象中我没有画过这个？为什么旁边这种哇？到底为什么有多一个汤匙？没有汤匙，上面就是黄豆，这就是豆浆。哇，为什么要黄豆啊？哦，豆浆就是黄豆做。你在改颜色啊？难怪。难怪什么？你这样是猜得出来，拜托你。他还纠正回来，他还倒回来。说不定有人知道。我忘记，你看他倒回来是什么？忘记什么颜色了。嗯，变成可乐嘞。哦，这个不可能错嘛。我这个画的超好。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完美。照抄吧。那肯定。我该加分吧。啊。肯定照抄啊！你这个植物好像虚空出来的呢。还好有我在。哦，啊，丁义这边没有树叶，很像，没差啦，这也很难错、啊。有嘞，这个错就太离谱。这个错了，不知道。我画的也很简单、啊。我的饭团哦，这个我看得出来。哦。这个我就照抄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会多一个？我也是照抄，这个很简单、欸。为什么会多一个？我也是照抄。不是贪吃啊！我感觉的饭团就不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哟，变成两个了。我感觉饭团应该是下面那个样子才对啊。就两个。越来越奇怪了、啊。哎，还是对嘛？还是对嘛？是不是饭团？哎 ，By Game， 是不是饭团应该是右下角那个样子的？欸，怎么我记得御饭团是包整个包起来的？是吗？有御饭团比较整个，像是包下面欸，它整个都是海苔不是吗？饭团为什么最后变三角形？饭团就是三角形的啊，没有得分版哦，我感觉我又赢了、欸、观众投票啊，不是我葡萄一路到底欸，还不是我赢哦。观众投票，那还需要投吗？你葡萄一路到底啊！对吧？我的葡萄题目出的好，大家又有默契。啊，怎么说？那我竹笋怎么办？不是，你这个竹笋就太抽象了，太抽象，太抽象了吗？对，太抽象了，没办法。来啦，最后一 round 啊，是小当家的料理 ，OK 吧？刚刚我看大凯已经尽可能耐了、啊。没看小当家。小当家，我这是没看，我好像没有完整看过哎、欸。我想看一下。我其实好像没有完整看过、欸。我就没看过。Google 一下。Google 一下，肯定有的吧。好，我想到一个。你。啊、哦？那我画这个，我可以 Google 图给你看。啊，我会了，我知道。我想要画那个，想看一下。好，我会了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一道经典中的经典，一定每个人都知道。欸、我不小心离开。你赶快加进来啊！哎、欸，房间已经不存在。我冲，我腰了。我只能说，小当家，我只知道酱汁。那你就填那个酱汁了。哎呦，不是我作答，我填那个干嘛？哎、你现在赶快去 Google 一个有名的出来，好不好？嗯 ，OK， 这个都好了吗？还有谁没好吗？我好了 ，Go！ 好了，选好了，选好了，摆设好了吗？我好了，好了 ，Go 啊 ，Go 啊 ，Go！ 会不会有人抽题目撞到？撞到也没差，猜得到就好了嘛。有道理、欸，这个一定会。这个反正就把爱传下去是有多难。嗯，理论上不难，除非从一楼就开始歪了。嗯，可以，这个太简单了。丁义，你不会是真雕大陆图吧？什么东西？不要乱讲，我只能保留，先保留，不好说。
easy 的 ，easy 的，我只能说 easy 的。嗯，我的也是 easy 的。啊？哦，哎呦，哦、最 easy 的来了。哎，我这个简单嘞，真的简单嘞。出题哇，这个真的是最有名的，这个就是展现画工的时候了。我、这个、猜不出来。我不太确定到底什么。我只能 Google 了，我看都没看过。我看一下是什么。画的真好，我是真画的真棒。阿 J 你就棒。我真的，OK， 完美，一模一样。啊，我也觉得，我真的是一模一样，而且我画是那种意境，你知道。就你不知道不需要吃，你看我的画面、没看过小当家猜我这个题目也是猜是一样的字，真假、啊？很厉害，真的，我这个也是超屌、啊、没你们都有料。下面的希望你看得懂，可以救一下。哇，太难了！哎、欸，我这个应该是不知道。大成功！哎，大成功！完美！好啊，就会有人出这种废题目啊，我没脏啊！哎，就会有一个人啊，就会有人给我画这样，是人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个太屌了，我竟然看懂了。嗯，这个是有感觉。奇怪，小当家有煮过这个、哦？我不管了，这等等，如果有人看出来了，你再修改一下。这如果等等有人看出来了，你们再处理啊。怪怪的。哦，蜘蛛丸那个感觉画看是弄到我画的哦，不错吧？嗯。OK， 完成。金钟，我的料理已经做好了。已经做好了，这么快啊！嗯，评审大人，请试吃。要点时间嘞、欸。那我妈妈变得比较破产，破产版的。啊。哎丢，画不完嘞、欸。大海画不完的、啊，有那么难、啊？有人画那么久啊？难呐、啊！大海那一题难的是不是？难的，难的，难的、哦。我也不知道我错的算不算难。但我觉得能意会的。嗯，没事、啊，你就复制贴上就好。我这一道我看的不是很想吃哎、欸，感觉不太像是出自于小当家之手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这个我会，
哦，这个画的不错哎，虽然很简陋，但我知道它的意会是什么。嗯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可以帮他修改一下。哦，有哦，这个我好像也略懂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我就照画。完成。帮他加点工啊。完成，哎，又完成了一个巨作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阿凯，手下留情了。我在外面刚刚放多久？我画的画很好，我画的整个环境，哎，不得了，完美。应该是这样吧，我印象中就这样嘛。你看小当家看很久哎。这个很难错啦，他这一道太经典了。对，经典中的经典吗？嗯，经典中的经典，这一道至少演两集。我收视率都很高啊，我这个不得了。电话来喽！哇哇哇！是这个、啊，我竟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、欸？这是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有放不出来的、啊？这个很有料、欸，看这好屌、喔！我看到，我也看到，有人在乱画，我发现了。我只能照抄他的。这个我不知道复制不。复制的出不出来哎、欸，我这个很有料哎、欸。嗯，我这一道我是知道，但好像不太好画。家料理真的厉害，可以意会的、欸，是很难呐、啊。好了，我画好了。我极限了，希望下一位兄弟能够知道这个。哎，这一道菜很费功夫哎、欸。哦，难道是那一道吗？哦，这一道菜不好做哎、欸，搞缸啊！我不知道好不好做，但应该不好吃。是我极限了，我来猜猜看是不是这个？我帮你多加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画肥画的，把它多加了一点。其实是不是不止这个颜色哦？我怎么记得还有一些装饰品呢？完了，没时间啦！哎，下一个再补啦。下一个加油啊！好像几乎我每一个都知道是什么。我都知道是什么哎、欸。哎，反正大家都画的不错啊。小当家的都很有名啦。哦，我这个我也看得懂哎！我的天哪，这个就这个不好说是哪一种哦，是隔壁的还是不是、啊？好像画的是个美食猎人哎、欸，完了忘记了，哇，那个很恐怖的那个料理哎、欸，算了，忘了地方就不画了，结束。
没有办法哎、欸，没有办法哎、欸，没有办法，我这个是 我没有办法猜出来，希望下一个可以自己猜出来。我就复制。底线已经到了，没办法再做改变了。OK， 我打开这个中华一番登场料理料理表，准备来猜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准备来猜了。啊，不懂的记得去 Google 一下。我的料理完成了。那直接料理也太多了，他怎么会有维基百科啊？我准备你就找有名的，不是他一集都一集就要他，然后跟他的对手各做一道嘛，一集两道，五十几集差不多吧。哇，这什么？哇，这我知道。完了，我好像小东家有几集没看，这个感觉是其中一个。有了，就这个。真的有什么？是吗？是我的问题吗？啊！神秘锅巴料理，这是相信吗？毛不可能吧？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全部都蛮明显的。难道是这个吗？这个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什么，运气不错。我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，这到底是啥鬼？我可能说我运气不错。爆炒青江菜到底是啥？我感觉我没有看过爆炒青江菜，我怎么也没有印象。我怎么画出他爆炒的感觉？我只能说我是你要爆炒啊！我是爆炒啊！又只有两坨在那边，小当家怎么爆炒你就怎么爆炒啊！可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竟然是猜字体的人哦！你有中吗？不是隔壁真的有彗星炒饭、欸，我刚刚真的有画到彗星炒饭，真的有、啊，还是我那个是彗星炒饭？我感觉我没看过，所以没猜到。我真的有画到彗星诶、欸，我以为彗星撞地球吗？很难诶、欸，我还想照他画的、欸，发现格不够诶、欸，画三点而已。这个不是，你就没有把熊猫画出来？不过这个也不太可能会错啊。我只能说我猜错了、嗯。看到有，我好像没看过这个。哎呦，白痴的！有吧？有、哦，好像有哎、欸，你好像有、啊哎，你还有那个挡板、欸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就是看到黑白的感觉，就是不是我跟你说，没看小当家啊、哦！哦，这个超级有名，他这一道超级有名，屌打少安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那个？我知道你在画什么，我想说差不多意思，这一定有人猜得出来，可惜。银龙炸虾是谁的、啊？是不是？这是小当家的吗？好像是那个谁，武雄的，是不是他龙虾料理的那一道，是不是？好难哦！我的其中一道是吧？有把爱传下去吧？我就照着画、欸。我以为他飞天了。哎、欸，大概我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生龙饺子哎、欸，还有一点难哎、欸，我也以为是生龙饺子啊。我也觉得很难。这什么？我是你一面、啊。我以为是那个哎、欸，烈冰仙雕山哎、欸，上面都是银色，我调了一下哎、欸，把都把场景换成蓝色的、欸。哦，大凯，你还弄贴心麻签？对啊，我还想说会不会是冰的感觉？我以为在养鱼缸哎、欸，大凯。是，对啊，至少是喝的，我至少猜是喝的。不是，不是，家主搞。哦，你连小当家的料理的名字都不知道？哎，你们看那个鱼，那就一个眼睛。有哎、欸，我有 get 到。你还敢说自己看过小当家？最好、是那个有猜得出来。我还加人上去转的，你看。大概有料，上去转的。大概有料，这个很难错啊。啊，上去转。神秘锅巴料理，唯一一个正确的。
刚刚上面都没人对嘛，全错是不是？应该吧。嗯，是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来了经典吧？来了。你、欸、这个我也猜得出来，这个经典版最后一集，这个。你好，哎、欸，都没有水晶跟凤凰的感觉，就是一只鸟，都不会画嘞、欸。有会，至少看起来像是鸡了吧？我看起来有。哎、欸，这个就随便画一画就能懂哎。对啊，有嘛？哦、连胜败都能对啊、哦！你没看过也知道这一道啊！哎、啊，真正会心炒饭呢、哦。看起来不是鸟就是凤凰。哎，我画这个，我画这个吗？来了，这个我画，飞过来喽！我好像飞过来喽！我没看过小狼家、啊啊，这个很有名吗、啊？这个很有名。那好像是我的问题、啊。那我是真正没看过、欸，我是刚刚那个抄那个菜名。我忘记画旁边那个了，完蛋。哦，大家其实画的都还行啊。嗯。那也没办法，我建议大家该去补一补小当家。小当家真的要看吗？嗯，真的要看啊。哎，还是已经播完了，该不会播完了吧？还没吧？嗯，四月六号。我先点一下。嗯，现在马上转过去看。四月六号。大王姐，为什么你的彗星炒饭饭不见了？不是，饭还在飞啊。哦，这是转化错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饭是要飞过来的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看。他会先打开，然后哎，饭呢？然后饭就从天上飞下来。啊、哦！我的太阳的日月精华。好啊，那你爆雷了。不用看了，赶快去看了。哎，现在刚好演到那个、欸、大熊猫麻婆豆腐哎、欸。你说你的题目、哦？嗯，哎，是我的题目吗？是我的啊、哦、啊！收工了，现在两点了，收工，太帅了，嗯，哎、啊，你不是要打那个吗？你打你的心魔，心魔哪个心魔？格瑞克，早就打完了，啊？你打死了、啊？伟大的哥弗雷啊！连熔炉骑士都打过了、啊，丁毅还没打过熔炉骑士。有我打过。Host 小当家、啊、，Host 伟神好了啦。多吗？哦，好久没看小当家嘞，现在也是演到哪了？小当家播几轮了？非常非常多轮了。而且我印象中只加班到三月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加到四月了。